脚崴了、肿了怎么消肿。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丰涛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。脚崴了的话，消肿的话，原来的话就是比如说什么热复位啊、冷复位啊，这些东西都不同意。现在的话提出了一个 PRSE 的一个方案。 P 就是先保护，就是它损伤了或者脚崴了以后，第一个我们就不能走了，我们可能有些支具，我们用石膏先把它保护起来。然后 R 就是个休息，还是不让你活动，就让你以休息为主。 I 就是一个，就是 Ice 就是冰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可以冷敷，我们用一些冰袋，然后外面裹一层就是毛巾呀类似的，然后我们在局部进行一个冷敷，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它的消肿，有利于它的里面的一个止血这些。C 的话就是我们加压，比如说它的肿胀比较厉害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绷带呀，局部进行一个轻度的一个减压，这个时候它也利于它的一个肿胀的一个缓解。E 的话就是然后就抬高，我们要把下肢抬高，抬高的话也是有利于静脉的一个回流，也能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。它的治疗大概就这些。